据韩媒报道 ，Futisland 成员崔中训与前艺术体操运动员孙岩在热恋中。两人于二月经熟人介绍相识，因为孙岩在原本就对乐队音乐感兴趣，崔中训也是个体育迷，两人在短时间内迅速走近，在认识第二个月就正式开始了交往，已经恋爱三个月。崔中训上月三十日巡演期间，孙岩在还特意到日本为男友加油。结束后，两人一起在日本吃美食、玩游乐园、逛美术馆，完全不避讳路人，看起来也真的是超级甜蜜哦。